迎收看《涨跌密码》。来看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上涨64点，收在14234点，成交量呢是2188亿元。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顾张宇明分析师，张老师好。听众好，投资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义群分析师，义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观察，我赶快为您先请教张宇明老师。好的，今天台股是反弹64点啊，今年目前为止的整年跌幅是4385点，还是跌得非常惨重。我们先看今天新闻啊，利空发出来，其实股价早就大跌一波，你通常会措手不及啊。我们请看，好，11月份的外销订单大减23%，这当然是不好的。那这边重点是在连续三根啊收黑啊，连续三个月的衰退啊，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情形。当看到这新闻的时候，其实股价已经跌了4000多点了。我们请看大盘的格局，最低跌了将近6000点，5990。那目前是到昨天是4400啊，目前是4385点，因为今天反64点。那请问这个行情应该如何操作？最重要的股票之一，全资股台积电今天发利空了哈。好，台积电市值跌破12兆，它最高是17兆，那目前蒸发掉5兆的一个、啊、这个价格。我们看台积电现形，哎呦。最高点688，最低跌到370，这一段跌幅46%，啊，跌了318块，那目前是跌了232块，啊，目前还是一样跌得非常惨重。那我们说从今年的最高点1月份到现在12月了，啊，现在20号了哈，那我们往后一看，哎呦，天哪，这条线以上全部套牢哎，那如果你看这样一整年没有套牢，就是这样而已啊，不是吗？就这样而已啊，一周、两周、三周、四周、五周、六周，就6周而已啊。六周就一个半月而已，那剩下筹码进去全部套牢。你看，今年一整年快要过去了，有人说啊，台积电啊一路喊多，喊到跌到600附近，跌破600，跟你说600块以下是老天爷礼物，就跌到370啊。然后他一直强调说，这个全市场哇，谁演讲最多啦，谁这个 Light 啊客户最多啦 ，Telegram 客户最多，有什么用？你都讲错再多也没用啊，不害死更多人而已。所以我们解盘不是要强调我们什么最多啊，我们的这个客户最多，那个没有用的。我们希望能够把盘势讲对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啊，不是害死一堆人，然后想什么最多，讲越多害死越多人，那不是完蛋了哈。好，那你想想看，为什么这样会跌下来？那为什么要这样一路喊？对啊，错为什么不停损要一路喊？啊，这是一个分析师的一个、啊、这个盲点啊，因为你要一路喊多，你才有业绩啊。那如果讲这个盘势转空了，这股票跌破了。那大家就观望啊，先不要买啊，那就会员就没有啦，没有会员啊，啊，收费啊，这个业绩就降下来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是一路的，从来不讲空，每天都叫你买股票，每天叫你买股票。我觉得这样是没道德啦，因为这样会害死一堆人。就像台积电一样，每天跟你讲多哦，欸、这段418块，这段跌46%，那你财产不就赔光了？所以每天喊多是不道德的，我觉得这样是不负责的。啊，盘式股票涨涨跌跌，该翻多我们就讲多，该翻空我们就讲空，不是每天喊多。原则上每天喊多的股票你都不用再看，那个没有用，那对你不会有帮助了，你被他害得更惨而已。我想今年2020快要过去了，啊，剩下不到10天了，我想这个心得是很深刻的，因为今天大部分人都是赔了很多钱，啊，赔在哪里？台积电就最重要一档股票，很多人都赔台积电哈，啊，这档股票市值你看就蒸发12兆了。啊，蒸发到五啊17嘛，啊十二蒸发掉5兆嘛，你看伤有多重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看台积电现形，为什么最高点688这个地方张明不喊多？680在这里，一月份嘛，来，你有看到翻多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不会喊多啊。那我们这一段跌下来，当然避开。我跟你讲，一路跟你讲台积电转空，这一段就是一个空头反弹而已啊。为什么？曲线还在空翻嘛，两条副线反弹而已嘛。那目前第三线又跌破了，所以我们说这个现形是非常非常脆弱的。可是有几个人看得懂，大部分人都看不懂，傻傻追嘛。我们看日线，日线也不对啊，早就出现高档出现两个卖出讯号啦。那为什么这地方涨不上去？看过了哦，这里压力太沉重了，难怪它涨不上去。这样你看懂了吗？你听懂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对啊，你有个操盘工具就变得很简单。不然你每天他妈看基本面，看一月份看营收创新高，你越看套越多。11月份台积电营收还创历史新高，股价不要跌到哪里去的、哦、你看股价跌到哪里的，天哪，还创历史新高嘞！所以你看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，对你的股票操作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那你又把它当作圣旨啊？看到圣旨怎么样？圣旨大家跪下啊！圣旨到，所有人都跪下啊！万岁，万万岁，对不对？你把它当圣旨了，
那你让他赔钱啊，那东西不是圣旨，所以你看的东西是没有用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，懂意思吗？看这个才是有用的。哎呦，原来这里高档转空，邪恶的第五波不能追，这一段就是空头格局。那你如果没有避开，不得了，这跌下来摔下去，骨头都摔断了。所以很多人今年赔了很多钱，当然主要台积电是一档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档新兴，新兴下修资本支出。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请问新兴在哪里？昨天新兴跌停板，成交值排行榜第二名跌停板。那为什么跌那么重？投资朋友，你今天报纸出来你看到了，因为下修资本支出嘛。可是盘中你看不到啊，因为你是散户，你消息是最后一手啊。难道公司被挖利空先打了跟你讲，哎，王先生啊，我们新兴公司被挖利空啊，你跟走啊，你不要傻，怎么可能啊？主力高手都先知道啊，对。当你看到消息早就来不及了，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啊。来，你看一下昨天跌停板啊，来你看一下，没错哦，跌停板啊。那我们看新兴，哎呦，昨天跳空，有没有？那你要把它避开，当然避开。所以这档股票如果你看得懂，你这里一定要避开，红黑黑棒一下就不对了，不是吗？来，我们看股指系统，哎呀，真的有，哎，这天出现卖出讯号，十二月七号，哎，到目前格局这个都是不对的，三线破两线怎么会对呢？不是吗？一个椅子三个脚断两个脚了，一个椅子三个脚两个脚断掉，你单一个脚你能坐吗？这椅子能坐吗？那一定不对的嘛。但是你为什么不知道？投资朋友，那你看到这里你会说，哎，十二月七号对啊转空，你要一定要问我张一鸣，阿力干不干？你有讲吗？你这边鬼扯，你有讲吗？有啊。我十月八号讲的，我不可能每一档都当天讲嘛哈。十月八号有没有讲？有啊，这里啊，这电视画面在这里啊。十月八号下午两点十三分五十秒，张敏有没有跟你讲？星星挂掉了，卖讯号出现了，有哈。哎，不相信你自己回去看啊，这影片都在，我不会删影片。下午的十月八号下午两点解盘哦，十三分五十秒讲星星，有啊，这电视画面，东森电视画面呢、啊？那怎么会没有呢？只是你看不懂而已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得懂，你这种股票你早就该避开了。那怎么会到今天跌停板呢？那你挡撇股要赔三万，多可惜哈！好，景硕呢？你看这条线叫比对大盘线啊，比对大盘线。如果大盘线要1800档，那这档大概是900名啊，900名就是大盘线平均值嘛。那你看这个比平均值弱太多了，你就会买这种股票呢？这早就转空了，卖讯要出现，三线又破两线了，你去买景硕会赚钱吗？你一样赔钱啊，不是吗？蓝电也是一样，你去买它一样赔钱。所以很多股票是不能买的。ABF 三雄到现在年底，今天12月21的2020一整年过去，你哪一天听我解盘跟你说我看好 ABF 本益比很低 EPS 很高我看好它，你什么时候听我讲过？绝对没有，我绝对今年没有讲我看好 ABF， 但是你继续买你就赔惨了，有没有道理？来，星星，哎呦，这转空很久啦，你还买这种股票，那当然会受伤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一下星星，投资朋友，来，星星跌啊六成，景硕跌 66%， 南电跌将近七成，所以今年如果你买到 ABF 三雄，你早就错赛，你绝对会伤得非常非常的重，你绝对今年会过得很悲惨。为什么？啊，你当股会赔六成、赔七成，你钱都赔光，你怎么会开心呢？那、啊、不会 很辛苦、很痛苦吗？一定会的嘛。所以 ABF 三雄，投资朋友，你告诉我，你今年有没有买？啊，你今年都没有碰到 ABF 三雄，举手，绝对没有做多的举手，有放空的举手。有啊，我放空蓝电啊，空一张赚102块啊，有啊，我放空的、啊，这样操作才是对的啊，不是吗？那你有没有这样操作？那最后没有啊，你要怪东怪西啊，怪运气不好啦，怪家里祖先风水不好啦，去挖祖坟啊，不对，将来回去见祖先打屁股，你狗别快打屁股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，啊，你讲的风水他会你乌白乌。不是股票做不赢就去挖风水，这是不对啦，你股票做不赢找一个会的人就赢了嘛，你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不是吗？不是要去乱挖风水啦、哦、所以一整年过去了，都没有，再也没看到鸿海，没看到 ABO 三雄，没看到台积电，没看到金融股，没看到航运股。你这一整年过去，哪一天听我讲说我看好，哪一天我听我讲一定没有啊。为什么？这空头格局嘛、哦、股票操作没有什么合不合理，在于赚不到钱啊，赚得到钱而已。你能不能赚到钱？如果你赚不到钱，那没有用了啊，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。能够赚到钱就合理，能够赚不到钱，那、啊、自然就不合理。所以股票操作，很多人哦，老师，这个 ABF 啦，这个什么航运股哦，本益比很低哎，啊，股价都跌破 EPS 了，天哪、啊，吓死人！股价跌破 EPS 哎，啊 ，EPS 70块，股价跌破70块，天哪、啊，航运股啊，有啊，长荣就是啦。但是怎么样？你每天在替他辩护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、啊、你越赔越多。
所以你要记得，股票操作没有什么合不合理，在哪里，在你能不能赚到钱呢？你能赚到钱就合理，你赚不到钱，什么合理都没用，你钱都赔光了，跟谁争，没有用啊，懂意思吗？好，咖啡甜不甜啊？在哪里？咖啡苦不苦？不在搅拌呢，而在你有没有放糖。这杯咖啡是苦的，咖啡本来就苦了，你没有把糖加进去，你这边搅拌，我跟你搅一天也不会变甜了。你没有把糖放进去啊，你这边搅咖啡，很多人喜欢喝咖啡。我不是很喜欢喝咖啡，他说各位送咖啡来，我给他吃一下，那口啊，老师你要放点糖啊，放糖，还是没哈，我开点得了哈，好，咖啡泡过来，当然没加糖一定苦的，啊，你在那边搅拌，会变甜吗？你要拉一点钟嘛，蛮是苦，你要打一天嘛是苦的，没有用啊，你把拌一天你还是苦的，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咖啡苦不苦在于什么？有没有放糖？放糖就甜了嘛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股票难不难？不在于怎么啊学习。在你是说用对方法，你方法用对了，找到对的股票，啊，自然就会涨，跟祖先风水没有关系的，啊，你不用去挖祖先风水，股票做不赢去挖祖先风水，这真的很不孝啊！啊，咖啡是苦的，你不加糖，你拌到手断掉也不会变甜，好，好不好？股票操作最高理想就是在很短时间，最短时间能够赚到最多的钱，买到最强势的股票，哎，这样你才能够实现人生的梦想。你听我讲，说对啊，老师，这都是我们的理想啊，我们要最短时间买到最强的股票，赚最多钱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问题呢？对啊，问题呢？你找得到吗？这都是屁话而已，你找得到吗？你找不到就屁话，找得到就不是屁话。你找不到，我找给你看，来，有没有蓝电、蓝光啊？好，来，哇，一根涨停板，两根涨停板，三根涨停板，四根涨停板，哎呦，今天第五根涨停板，普通会买，怎么样？五根涨停板呢？一二三四五，五根涨停板呢，同志们，股票操作理想境界最高的理想，最短时间找到赚最多钱的股票，同志们不多了，五根停板而已了啊！来，这是口号吗？这是真的啊，这不是口号啊，普通会买，我说被那个哦，没有人参加的等级，什么凯迪拉克会，那鬼扯的，那骗人的，普通会买的，价格不高，普通会就可以买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方法有技巧，同志们，你告诉我可不可以？最短时间赚到最多的钱，然后去实现你人生的梦想，当然可以啊！所以你要有方法有技巧啊，不是吗？蓝光不是我公开跟你讲的吗？不是吗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涨停板，今天是12月21，哎，不多呢，八字而已呢，12345678，哎，蓝光有没有？哎，锁住涨停板，没错哎，1700档股票，蓝光涨停板，哎，不多呢，涨停板的不多呢，不是一堆呢。你怎么在1700档股票里找到涨停板的？就这几档而已，你怎么找得到？那如果你找得到，投资朋友，那就可以用最短时间找到最强的股票，赚最多的钱，然后去实现人生的梦想，有没有道理？因为我找得到啊，所以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啊，没错啊。来，这是12月16号，那几档？才三档哎，蓝光，你看，1700多档股票，今天1800档，才三档哎，蓝光，容不容易？你容不容易？你自己想，容不容易哈？好，这个12月19。才五档股票哎，投资朋友，蓝光又在里面了。你以为很简单吗？很简单，你去买买看呐，啊，你看你能不能找到最强的股票啊？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最强的股票，投资朋友，人生有什么理想不能实现？这一天12月12号，才几档？七档股票，蓝光又在里面了，不是吗？投资朋友，涨停板是很多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几档而已。那为什么它会在里面？投资朋友，那如果你选的股票在里面，哇，这个人生是太美好了。不是吗？这人生是非常美好的啦，懂意思吗？好，蓝光第一根涨停，有讲哦，12月10号电视方面有讲哦，我不是试一下吗？盖起来不告诉你，我跟你讲啊，当然你也不敢追了，对 你怎么敢追呢？这么强你也不敢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，到今天第五根，哇，天哪，太强了！如果你有这样的选股功力，投资朋友，你人生一定会非常的美好，人生会非常的幸福，有没有道理？没错了，那你要这样能力，什么能力？会选股，你会选股才会变赢家嘛？你不会选股，一切都是空谈呐！老师，我去参加课程，一年缴30万，你一年缴300万都没有用。为什么你一年缴300万都没有用？你老师会这样的功夫吗？不然教表演给你看啊！你做错我就缴给你啊！你看他有没有办法？事先跟你讲啊，明天你先选一档啊，明天开始会涨了，你选给我看啊！那如果你没有空，你缴到钱要干嘛？老师自己要错不赢，他要把功夫交给你。自己那一招都挫赛，要把它交给你，你学完还是挫赛啊，不是吗？
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你自己都不会了，你还要教我什么？不是吗？你把老师的头砍下来装到你头上面也没有用了，那自己做都做不赢啊，教你什么？啊，什么学课程啊，什么那种给高浪费钱的，没有用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强？创新高、哦，哎呦，趋势翻扬，筹码定动冲倍，对啊，那你跳到这种股票吗？张爱民，你不是从这边套三个月，然后再开始涨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一段都没买。为什么这一段我不会买？你看就知道这格局不对啊，对不对？绿色的、粉红色，这不对嘛？我一定红色出现三线翻阳，我才会介入嘛，很简单。所以这套两三个月我不会去买。你买一些先套三个月，你要不要？当然不要啊，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好，星星，同样两档股票，南光，哎呦，五根停板来，星星，天哪、啊！你看这样，这边是161，今天是125，所以算一算，哎呦，将近40块嘞。投资朋友，一张4万，将近40块。如果你今天买错股票，你买星星，我看最近很多人在讲 ABF 啊，一定会买到星星的嘛，不是吗？都讲了，怎么会不买呢？对不对？这样一大回家来，竟然40块，你看，40块，南光五根停板，40块赔40块，五根停板，你要哪一个？赔40块买了星星，五根停板南光，你要哪一个？对啊，确实啊，同样时间，投资朋友，你看，哎呦，可怜，你叫可怜哦，你看南光，哎呦，天啊，怎么这么强？啊，所以选对人非常重要，在股市里面，好不好？这叫斑马，斑马又叫黑白马，黑色白色嘛，那台语就欧北贝了，乱买一通叫欧北贝哈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在股市不要当斑马，你在股市当斑马你就完蛋了哈。高手跟散户有什么不一样？散户就乱枪打鸟，乱买一通，看到黑影就开枪嘛，斑马一头自以为是。高手有什么不同？选股有方法，操作有逻辑，对不对？跟随趋势，专做主流。现在主流就是生技股。没有人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有讲啊，我跟你讲，主流是生技股啊，没错嘛哈。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，不好老师让你住套房。你先把它信息都住套房了嘛，一张40哈，有没有？生技股怎么挑？哎，是不是选中义、智勤？都不是哦，我有跟你讲过喽。真的有讲吗？有啊，电视画面有讲啊。有没有？有啊，这就是电视画面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12、13有讲啊，这是不对的哦。所以你买一大堆生技股，智勤啊。这个宝瑞啦、台康生啦、郭台铭的合一啦、药华药啦、中天啦，有没有保护盈富都不对？那你买这些都赔钱。我不是没讲啊，确实有讲啊，有啊，有讲啊，电视画面在这里啊。那我们来印证一下来，中义有没有涨？没涨，为什么？还在整理嘛，当然涨不动嘛。之前哎呦，你买就赔死了，不是吗？好，宝瑞不会涨，对不对？格局不对了嘛哈。台康生哎，郭台铭，哎呦也是不对，是赔钱。买进去马上送你一个跌停板，格局不对了哈，有没有？合一，哎呦不对，你买进去就赔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中天，哎呦都不对，所以张敏跟你讲不对，你买进去啊，药华药不会涨，今天掉下来了，卖出去要出现了哈。好，保林物也不对了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不对的就是不对，你买进去也是浪费钱，浪费时间。升级股那么多，可以乱买吗？不行哦。那你有没有这样选股功力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怎么做股票？你买没用啊，不是吗？好不好？有，我确实有讲哦。跟你讲，不对就在这股票哈，这电视画面都刚看过了哈。对的股票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。哎，南光在这里啊，确实有讲啊。有没有？有啊，在这里啊，南光啊，12月13号下午2:21:23，有啊，南光啊，有讲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你看南光，你这五档涨势就是不一样，这些股票就是不会涨。结果很听我的话哎，不准动，立志站好，还有立志站好，蹲下去，股价跌下去了，啊，开始飙，哎，就飙起来了。啊，怎么这么做这么听话呢？股票这么听话很有意思哈、哦。来合一，如果你去买了合一，你看这里是300多块，309，现在呢240，投资朋友，这一段如果你买到的，天哪，你一张赔7万呢，7万呢，一张赔7万呢，你会哭、哦、我不骗你啊、哦，你的生技股你买了合一你会哭哈、哦，那你买了蓝光五个停板呢，你会笑，每天笑嘻嘻，好爽。做股票就是要这样啊！你要去买合一吗？在生技股啊，我不是跟你讲不能买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去买合一你就哭了，一张7万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个人五个停板了，帅不帅？拍照的时候像007这样，多帅！蓝光上面写蓝光，帅！就这样嘛，这样才对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投资朋友，台钢生、不对就是不对啊，你买就赔钱了、啊，不是吗？高点，哎呦，这里多少？看不到哈、哦，跌下来124，你这样买进去就完蛋了，又赔很多钱了、哦。之前也是一样，不对就是不对，你就不能乱买，好不好？南光，哎呦，五个停板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太完美了。你要这个能力，看到这个美男子，哇、哦，这帅，
对 ，Messi， 哈，帅 ，C 罗帅，哇，这样就对了。那如果乱买就完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要用最短时间做最赚最多钱的股票，这样才能够实现你人生的梦想，好不好？过年快到了，圣诞节也快到了啊，今天21号、25号圣诞节哈，带小孩去买一些衣服，买一双新鞋啊，买一些漂亮的衣服，让他有点过年的过节的感觉了哈。家里装一个圣诞灯，我们家里就装一个圣诞灯，啊，自己买礼物去吊在上面，然后小朋友很开心，啊，这边拍照，把它上传 FB， 啊，他永远都记得，啊，我们家圣诞节的时候很温馨，啊，爸爸带我们去啊，全家人吃烛光晚餐，啊，非常好吃。所以圣诞节到了，带小朋友去买一些新衣服，带家人吃一个好的这个晚餐哦。好，当然要赚到钱嘛哈，哦。来，小老鼠 A25006999是我的 ID， 你可以搜寻加入股神系统张一鸣 FB 哈，哦，来。YouTube 是张一鸣分析师，你都可以找啊。先加入，发一个讯息给我，发一个笑脸，我才知道你在哪里，保持联系啊。张老师，感谢你，我都收看你的节目啊，请给我多多指教，哎，这样也可以啊。啊，张老师，我很喜欢你，都可以啊。你不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有一天我离开东森，我不做了啊，你找不到我了，那你没办法听到几个，你又买错了，那要赔钱就不好，好不好？小老鼠 A25006999多少零？你可以搜寻加入，记得留下电话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廷娟。好，那么更多操作建议，广回来就要请张一鸣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欢迎回到涨跌密码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一鸣老师。好的，有人说买新挂牌的股票，筹码比较干净，那这样到底对不对？不一定啊，哦，不是这样就对了，那么简单就好了。来看一下，哎呦，是呀，涨一波，哎，开始出现卖讯哦，昨天出现卖讯了，所以看不懂，你后面就会受伤哦，懂意思吗？这上市没几天。上市第一天，第二天又开始掉下来了，你转空了，你知道吗？投资朋友，你要小心哦。这第一天哦，第一天就没办法翻多了。第一天哦，投资朋友，所以这买上市的比较安全嘛，不一定。你买错，有时候啊，没把你赔死哦。所以不是买最这个新挂牌就会飙，不是这样啊，你不要听他鬼扯了，懂意思吗？输的是你的钱啊，所以你不要乱买哈，哦。来，哎呦，新挂牌，利晶重新挂牌，利基电63%了，看到吗？那如果你去追，哎呦，你就惨了，我跟你讲。你看你有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赔，所以不要乱买，好吧？好，大盘到目前跌了4385点啊，所以跌得非常惨重啊。今年很多人受伤了。那你看这些股票都是啊，这个敦泰跌80%啊，威风75%，环球晶66%，这个，啊，世界先进6几%，这都是的啊，开跳都70%60%了。所以如果你今天买到这些股票，投资朋友，你一定会非常伤心，你会受伤非常非常的惨重啊，跌86%高端利一大堆了，懂意思吗？好，这是博洋说的。现实永远比小说更戏剧化，啊，你想得太美好，可是现实不是这样，啊，现实是非常悲惨的，啊，今天做错股票的人伤得非常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高点转空要注意避开哦，不要说我没讲哦，利旺有没有？这都是哦，创意开始卖讯出现了哦，王品牛排是一样哈，哦，M31这3000块要跌到零走了哈，哦，好，威盛转空了，这两个月都没有翻多，你去买它是错伤的哈，世新高档出现两个卖讯了，这都不对，3000转空了哈，哦，好。金利科一整年有喊了一整年，结果呢？你看，哎呦天啊，跌6-7%了。你看一整年还要去看会员会伤了多重哈，哦。好，台办也是一样，已经3个月没有翻多了，你买进去绝对赚不到钱哈，哦。好，多头股票怎么选？用多头流行去选，选出来你发现全部都升绩股，有没有？来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上柜全部都升绩股站在前面呢，所以很显然最强的股票就是升绩股。主流要怎么选？我们用2秒钟来说明好了，来，这么简单哈，哦，来，多头流行，来开始。选股1秒、2秒就选完了，有没有？多头流星就选出来了。所以选股要多久？2秒钟，这这么简单啊，哦！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哈，哦。有好的工具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时间的关系哈，哦，来，小老鼠 A25006999都在地方，你可以搜寻加入，有问题记得留下电话，把时间交给廷娟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分享，听观众朋友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且自负投资风险，解除您操作胜利，我们的会。